可以从你正拜访的国家带走一些当地独有的东西。在商店里，你需要使用当地的货币。人们在中国使用人民币，也就是块或钱。在这项任务中，我们要你找出购买每箱物品正确的人民币，在每个方框里圈出正确的人民币，这样你便可以以正确的价格买好它。祝你好运，